各位观众，大家平安吉祥。今天我各位大家讲结善缘，这个在佛门里面一直常鼓励我们要广结善缘，这很重要的。人在世间上，一个人单独不能存在，一定要靠很多的因缘帮助我存在。所以我广结善缘以后，我却不必去找人家帮忙，那个因缘都会来找我的。如果我没有机缘，我人家说煮熟了那个子都会飞了，本来好事，哎，到了时候不能成，因为他没有机缘呢，就会破坏了。尤其这个机缘呢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你常常有的人呢，不懂得修口饼留德，甚至写文章的不懂得笔下留德，而有钱呢，不知道用金钱去布施做点功德，啊，自己有力量啊，能够给人家服务帮忙。做一些功德，做一些机缘，他不但没有结善缘，结恶缘，或者讲话得罪了人，或者是自己行为这个冒犯了人，没有礼貌啊，这些骄傲的态度，没有结善缘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个好人呢，他就有很多的善缘帮助，甚至有就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一些事语言啦、啊，不如意的事情了、啊，也会成为他的增上缘，会反而给他有力量，让他更加的增上，更加的进步，更加的精进。所以，懂得修行的人，你念佛、拜佛、禅坐，固然是修行。你在生活里面能可以啊，身口意啊，都可以广结善缘。我两个手可以帮人做一些事情啊，我两条腿啊帮人家跑个路啊，啊带个信啊。我一张口都是多说一些好话呀，啊，口头随口功德，随喜赞叹，都是结善缘。甚至我这个身体残障，我口也不会说话，我心里面能为人做佛，我心里面能可以跟人家随喜，我心里面。跟人家随缘呢、啊，这个人生呢，不要立缘，立随行走，不容易进步，繁荣要退下来。你要顺遂而行，所以这个随缘，我们要能够啊，我常讲，我们要能随缘生活，随。心自在，随喜而感。我们这个要能够随喜随缘，这个就是最美好的生活。幸福的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最好从结缘开始，那是必定有很好大的收获。祝福大家。